七场咧，都系跑千二米，一口起自保，我摘要实当。近期咧就最叻咧就系一月七号嘅时候，十二倍跑第一嘅。不过当时又跑沙地，跑泥地，跑马地千二咧就睇下。十一月十五号咧就十二只马跑过第三嘅，当时系三倍热门嚟嘅。咁啊，上次第七，前次第六，就好似输得远咗。上次第十啊，上次第十添啊，前次第三。八骏巨星二号仔红色衫啊，呢条八骏巨星呢只马咧就十倍而家。上次第七，前次第四。一二三四六八九就赢过啊！呢只马有份，好好好啊！呢场马啲赛绩好好，一二三四六八九。近期比较好啲嘅咧就系一月四号中翼礼本路程咧夜一倍跑第三，八骏巨星上次就第七，前次就四，咁啊中翼礼咧骑呢只马骑咗好多次噶啦。看呢个七次六次近绩嗰啲全部是中翼嚟嘅呢只人马合拍嘅呢啲三号叫勇敢巨星，勇敢巨星咧就最叻最近啊最叻跑过十二月十三号跑嘅第二，就是跑马地千二嘅，当时十一倍，而家五倍，咁劲嘅而家，上次七倍跑第八啫喎。有信心啊！呢啲三号仔勇敢巨星，因为上次唔好名次噶嘛，上次跑第八，三号，三号赢过啦，一二三四六八九赢过第七场，快回谷千二。伊神四号。四号赢过本路程啊！四号 ，Eason 骑师巴杜，巴杜上次六十七倍跑十二名啊，跑第尾嘅十二只马跑十二啊，跑千二喎，跑马地最近经常跑第尾喎，真系。二月七号嘅时候，梁家俊二十倍又系跑第尾喎，跑马地一六五零啊，当时系。四号 Eason 应该冷门嚟噶啦，应该上次冷门跑第尾喎，系咪？今次都应该系冷门啦。五号超霸性热门嚟噶喎，五倍超霸性近期冇乜好成绩喎，名次最好系十一月八号噶咯，即系当时系本路程十五倍跑第四，点解咁热门咧？五号仔。报文啊，因为五号仔唔系王志宏啊，因为王志宏赢咗两场啊，今日五号仔连马师系叶楚航，六号无限美丽。无限美丽就是潘顿啊，美丽潘顿，无限美丽咧好好成绩嘅啫，连续四次系有喺前三名嘅，连续四次二三一二咁样。二月二十八号潘顿一点七倍十二只马跑第一嘅，无限美丽上涨就系二点二倍十二只马跑第二嘅。点都是大热门嚟噶啦！你咁好咁好近绩，咁好赛绩系咪？无限美丽，最冷门嗰次都是九倍跑第三，十二月二十号，当时是七号非凡之星，三十七倍。
二月四号嘅时候，周俊乐跑佢十阵马跑第三嘅，跑沙田千二，跑马地千二咧就系十月二十九号，霍宏星跑第四，七路仔，沙田都唔错啦，试过有一次第三名，七号非凡之星。不是最适合的路程，我估这个快回谷千二，天竺猫好成绩的，连续两次第一的，跑马地千二米，好像那个什么汤普森那只叫什么速递，不知道什么魔法速递啊，嗰只连续两次第一，今次又走埋马林当中。八号仔连续两次第一名，一次五倍，一次十七倍。八号仔天竺猫本路程好好成绩噶，只马又好成，即系好乖巧嘅。九号人人之宝，人人之宝咧，上次第六。前次第一，前次第一，我都是何泽尧的嘛，跑马地千二米，连赢两次的，一次呢就是 2.9 倍，一次是7倍。当时是10月和11月，上马了，人人之宝汤普森。看完了，還有嘉樂農區的趙正，十號仔，十號嘉樂農區，哇，很多飛的，八倍，連泰安，這隻馬上次十七倍跑第四的巴道，本路程啊，最近那次了，現在 在這個馬經上面看到，今次多很多飛的，應該認真的這隻十號仔。我要六号、三号，要无限美丽啊！要潘顿啊，潘顿同埋希威森，勇敢巨星。九号好唔好啊？九号，人人之宝，何泽尧噶，即系呢啲嘛，康普森得唔得噶？六号潘顿，点跑都系大热门嚟噶啦，你呢只马咁好近啫噶。五号啊，钟奕礼嚟噶，五号超霸性王志宏嚟噶，唔系钟奕礼啊，五号仔。呢只就系中意佢啊！呢只叫百骏巨星，几 happy 嘅睇佢啊 ！Michael 要三号、七号，我要六号、三号，即姐要三号、六号。三号、六号，我要六号、三号。田泰安啦，不如嘉樂農區八倍，我要六號、三號。
睇下佢系六号三号啊？连泰安啊，呢只马今次多咗好多飞啊，只马叫做加洛农区啊。上次都系第四，前次第五，六次都未上个名啊。今次有单位数字8.5倍，夹晚系10倍。连泰安贺言都冇乜表现啊，今日。所以我估只十号仔会几积极。蔡俊佳要六号、一号、三号都几好，一号都几好，一号起码三次赛绩，最近呢三次有一个第一，一个第三。何泽耀，3786，七号最叻跑过第四名，三号赢过，六号就系夹晚大热门，八号咧就系上次成绩好，六号、八号、十号，十号系跑第四嘅上次。六号、八号是上次入了位置的，所以很多人选这两只是六号、八号。十号啊，这只加洛农区，今次就明显多飞的。今晚那个骑师都不是 很积极的动态，但是多飞。三号仔呢就是希威森的勇敢巨星，勇敢巨星上次第八，前次第五，近期就冇之前咁好啊。近期呢两次，五号仔超霸胜，上次第七，前次第六，王志宏。二号八骏巨星钟奕礼又有买赢啊，今晚二号仔啊11倍。Jenny 要六号三号，我都系要六号三号。即系想点咩？系咯，系咪抢啊？咁都有快马喎，啲组呢个即系都未必想拖住跑啊，系嘛？我谂即系唔系抢都喺前边嘅尾关即将上演。另一组嘅三番千二米，同埋睇睇呢场啲骑师啊，走埋边啦，定系走外边啦？继续热门啊，潘顿啦，26蚊啦，呢只无限美丽。演出都几准嘅呢隻马，状态都非常之好，不过人嘅状态系点啊？好，超霸星，跟住咧就伊神，再嚟见到无限美丽，好，伊神搞掂啦，跟住系大热门啦，无限美丽，九号马。相遇复出的人人之宝，另外加洛农区这只金黄色衫呢就非凡之星来的，外面就喜智宝、勇敢巨星，临尾都再落啲飞啊，4.8，剩翻两只八骏巨星、加洛农区，时间就都差不多啦，第七场的赛事交比闸前，最后一对入闸。八骏巨星同埋加洛农区，等埋只加洛农区，大热门仍然系六啊，冷门起啲飞系七，全部马不准备妥当。这个三番千二短道第七场赛事，大热系六，忘记佢。好嚟一起步嘅时候咧，天竺猫勒地慢咗，前面快嘅马就八骏巨星嚟噶，第二位无限美丽响外边啊，埋边有勇敢巨星，第四位伊神，第五位红眼罩，外边系超霸胜啊，第六位紫色衫咧人人之宝啦，咁啊后边嘅马啦，先去到加洛农区啦，
尾二黄衫红帽就喜字宝啊，遥遥到后系天竺猫嚟噶。去到对面直攞中段啦，八骏巨星终于都俾佢放到一次出嚟贴大跑啦。第二位外面无限美丽啊，埋遍第三仲系勇敢巨星啊。第四位红眼罩超霸星埋遍第五紫色衫人人之宝啊。后边噶嘛，加洛龙区咧粉红衫外边咧有伊神啦，尾二黄衫红帽喜字宝啊，遥遥到后仍然系天竺猫嚟噶。好啦，咁啊转紧弯入直路咁滞啦，前面八骏巨星啊抛嚟咗个零身位入嚟嘅，无限美丽就开始要逼啦，埋边有勇敢巨星，第四位人人之宝啊，第五位嘅马咧仲见到嘅马匹有呢只加洛龙驹啊，外边追啲咧就喜字宝嚟噶，最后二百米到啦，八骏巨星抛嚟后边嘅对手两个身位啦，无限美丽挨住呢个第二啊，加洛龙驹外边追上嚟，咁啊中间位置仲勇敢巨星接近中呢八骏巨星贴到栏就放到啦，第二名嘅马咧埋边无限美丽出边。加洛龙区啊，咁啊主跑第四名咧，就系嗰只勇敢巨星嘅机会高啲嘅。结果今场赛事八骏巨星能够做到就系贴栏，我要自己放嘅，放到贴栏就掂啦，抛嚟赢马添。第二名无限美丽都系唔啱脚嘅，都系似乎系第二出边吹上嚟，加洛龙区有得赢。哇！呢只八骏巨星赢咁多嘅，赢五个马位都得嘅，真系。六号、十号，何泽尧只马咧，本来都几好，都几好走势嘅，后咗啲啫。佢嘅中翼咧一弹出嚟啦，由头带到尾。二号赢咗只 J。一路带话有只马唔识，一只马唔知佢嗰只叫天竺猫嚟，嗰只叫做天竺猫，嗰只系潘明辉。咁啊二号，咁呢只就何泽，呢何泽尧喺呢度啊。最尾嗰只，咁呢个钟奕礼单骑放领，潘顿喺第二位。第三名咧，嗰只咧就叫勇敢巨星，希威森，系潘顿希威森喺呢度啊，潘顿希威森，钟奕礼，我 call 人好啲啊，即系人咧就系决定咗只马跑咩位置啊，真系啦，佢喺出嚟咁积极，即系何泽尧只马几好走势，虽然重磅系咪啊，但系佢厚啊嘛，太厚啊嘛，追上嚟。呢只几好啊！即系后上如箭咁，潘顿只马估都估唔到啊！钟奕礼放得咁远，毫无挑战啊！即系对佢啊，佢近绩唔多好噶喎，第七、第四咁啊，就话八骏巨星，而家影紧相啊！潘顿影紧相啊！同埋咧就有呢个咩啊？言信啦，言信啦，睇下出闸系咪公道啊？一阵睇下，如果有直路镜头睇佢。钟奕礼啊，今晚起码睇咩事先？出闸时有只马出唔到。咦？呢只马冇啊，出咗啦，冇事啊，即系佢呢只马唔知做乜咧？呢只马又有事啊？脚有事啊？梗系冇事啊，冇嘢啊，公平地开定，公平地出闸。钟奕礼唔使睇啦，喺前边，潘顿喺呢度，希威森喺呢度。潘顿同边只马影相影咁耐咧？平头第一名啊，冇争议噶，第一名唔使理，唔使睇嘅，真系直头嘅。潘顿喺呢度，何泽尧只黄色衫、红色帽喺呢度，太厚啦只马，走势好好嘅只马，
叫做睇字宝，同边只马影啊？同呢只田泰安、嘉乐龙驹，真系咁难影？冇事啊，应该平头啊，真系。睇几钱派彩，请保留彩票，唔使言讯啊呢啲。再睇多次啊！一档我冇事啦，佢只马后庄咁打咗，即系集晒马咁样。哇！呢只马有事啊！只马呢只马健康有事啊！只马只马健康有事啊！平头啊！嗱，呢啲叫平头相啊，16。十同六是平头，一同三，六三啊嘛，我要姗姗来迟啊，三号。不过冇得好讲，即系钟奕礼只马跑得太劲啊，真系掟甩晒嘅。我熄晒啲言讯嗰啲灯啦，2613。我电脑唔识计啊，而家复杂得滞。2613，直接派彩作实，7倍 win。